对，没有。你看一下浩轩，浩轩啊，或者是嘉宏啊，他们几个都有。哦，说明现在陈瑞也有了。谁？陈瑞啊。好，上礼拜我们讲到那个火神眼，对不对？火神眼，记得对不对？火神眼。啊，火神眼。它有很多不同的矿物质，对不对？哎，是讲火神岩吗？我没有讲到火神岩吗？他讲到什么分类而已啊？三大原子分类，火神岩对。讲了，可以讲到有矿物质，有盐粒，哪里啊？你知道最后一个？就第五页嘛，哈。我还没讲。第五页。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讲说，哎，比如说有人说你在喝水，不要喝太干净的水，为什么？没有矿物质。因为纯水。对，没有矿物质，纯水没有矿物质。那人的身体会有纯水这种东西吗？对啊，会有纯水。实验室弄出来。就是比例上的问题啦。你比如你多纯啊，我们讲纯水就看多纯啊，就是金子，我说金有没有纯金？应该没有吧？应该没有纯金啊，金就是，除非说纳米金，或许可能很纯，因为它里面就没有几个原子，所以我可以很确定它是不是完全是金子。那你要是一般的黄金，就提炼出来黄金，你要提炼到非常非常非常的纯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然后一定有杂质。同样的水是道理，也是这个道理。你要做到完全没有杂质的水，你看嘛，比方说一摩的水几克？18克的 H2O 嘛。对不对？氧十六，氢十一嘛，对不对？18克，啊，18克的水是几个水分子？18×6=23，水分子有几个？20×6=23，好了吧？区块链乘上是18。不用那个。不用哈，这是一摩啊，一摩，这是一摩的水，一摩有这么多个分子，对，我只要这么多个分子。有一个别的分子，它就不是纯物质啊，它就是混合物的吧？哦，所以在实验室中没有办法不纯金跟怎么样，都没有办法。弄出纯。因为你找到的东西不是纯啊。对，你说纯金哪边有纯金？你收集的金，就算我现在收集，那你要先去吧。你这个容器完全没有半点杂质，你收集的可能才是纯金啊。对不 对？你这容器完全没有半点杂质，你收集它跟纯氧，再把纯氧跟纯水一起反应，都产生纯水。可是你这个东西都没办法确定没有杂质，你收集的东西怎么完全没有杂质？很难啊，太容易。好，那我们的石头上都讲到说，有大概三种岩石嘛，火成岩、沉积岩跟变质岩。那我们在讲到火成岩的变化，我记得讲到火成岩的变化就是它是。你看它会互相摊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，因为火成岩它是一个熔融的物质，这个熔融的物质里面，就像是很热很热的，我讲什么东西，譬如说，这是一个糖跟盐的混合物吧，糖跟盐，糖跟盐巴，它会混在一起，啊，你可以把它混在一起，真的。你倒水之后，它可以把它混在一起吗？它会融在一起吗？我还没讲说加水哦，我讲是融，那是融化的融，啊，但是加水当然可以融在一起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你吃的糖水，我可以加你盐也融进去。对。当然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
我拿去加热，我可以加热它融化吗？可以加热它融化。这个会大概很疑惑，没有做过这个实验的。那来做吧，来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做看。等一下，等我先把这讲完。我把它加热到融化之后呢，它就是液体。可是因为盐的融化，盐很难做到融化。盐的，我们先查一下盐的熔点。盐的熔点到几度？盐的熔点如果超过300度，基本上这实验在这边不太容易做。哎，陈宇要查的，盐的熔点几度？哦，他只要是啊，你不要查嘛，哦，那你查啊，好，那糖的熔点大概是80-90度，80度到90度之间的啊，糖还蛮低温的。好，我先把糖跟盐都放在一起，我一直加热，一直加热，甚至我再放一些石头好了，小沙子，热，所以你看这一堆里面有沙子哦，里面有糖哦。里面有盐巴，好，可以想象一下吗？沙子加热会融化，融化呀，熔点啊，岩浆就是沙子跟石头的融化的东西啊，不是吗？我心里知道很高温，很高温，那一定会融化，很高温，一定会融化啊。好，现在将那些玻璃啊，再放一些玻璃做准备，然后再放一些玻璃，玻璃不是300-400度会融化。哎，对，玻璃比较低温，我现在不知道盐巴多少。如果放玻璃的话，不就食盐吗？食盐对，801度，801度这样才能做不到。801度才能够溶解，根本做不到，在实验室做不到。好了，但是我可以用想象一下啊，我把它溶解了，溶解完之后，现在开始降温了。所以有没有把糖的，就是液态糖去溶解？一样啊，你液态糖就80-90度啊。不是，我说用液态糖，然后。那个水当溶剂去溶液化，可以啊。那不叫，那也不是用，那不能讲说你是用糖水当溶剂去溶解盐巴，可是一不是你用糖去溶解它，你还是用水去溶解它。它真实的一是用水溶解，它不是用糖去溶解。我们说的，都要把糖加热到液态，那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不是80-40度就是。它溶解的液态糖没办法溶解盐啊。不，你知道盐怎么溶解的吗？不是，它加到水中为什么就溶解了？会解离，对，会解离嘛。可是糖，液态糖有没有办法让它解离？啊，对哦。你可以做个实验哦。你把糖、盐，我们做实验，你把盐放到水会溶解，盐放到酒精会溶解。应该没错。效果很好，是不能基本上不会溶解，它不会溶解，因为酒精它不是一个我们叫做乙醇，乙醇不是它的那个液态里面基本上是所谓的没有离子键的，没有离子键就是没有那个极性，就是你这个分子一个分子，像水分子的话，它有，比如我这边带正向。这边带负电，它有极性，这叫极性。酒精分子是没有极性的分子，所以它没办法让固体解离。啊、哦，糖液态糖也是一样，液态糖它本身是液态没有错，但是液态糖它没有极性，它没办法让盐解离。而且那个解离跟溶解是不一样的意义啊，不太一样的意义。好，回来哈，我们现在这个混合物里面有糖、盐，还有玻璃。还有沙子，啊、哦，四个东西混在一起了，我就去拿去加热，加到全部溶解了。这个溶解是，不是溶解，融化，全部加到融化，是变成液态的融化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液态里面呢，有糖，液态糖，有液态盐，有液态玻璃，还有液态沙子。其实它就是一个，因为它有沙子在里面，它有溶解，实际上它就是岩浆的意思。好了，我现在开始降温。我看降温之后，谁会先变成固体？谁？谁会先变成固体？盐呢？猜。从熔点高，沸点高的。沸点高，跟沸点高跟熔点有关，跟沸点高。好，熔点高是谁？盐呢？这四个谁？盐熔点最高。沙子。沙子熔点最高。那就沙子。啊、哦，沙子熔点最高。
应该是四个吧，四个，这四个，黄岩、沙子、岩、玻璃、沙子。沙子其实大部分地球上的沙子是二氧化气，刚刚查一下二氧化气的东西多少？对，我不确定啊，不见得是盐哦，查一下，可以查一下啊。玻璃是玻璃其实不细的，它有些像是玻璃的熔点，它很大的范围，它不同的玻璃，所以有些耐高温的玻璃，它可能直接到600克会溶解，那有些大概200-300克。沙子也变玻璃啊！沙子加火。沙子加火。沙子加火啊！那沙子的熔点是多少？没差吧？没差，哪个东西没差？就是，把你教就上课了，就是。二的话。1600。沙子是1600。我看错了，看错了。啊，1600。摄氏。摄氏1600度七。啊，哎，可能他说，哎，地表熔岩只能达到700度，多少岁你查二氧化锡不是比较好？地表熔岩700度，平均是1200就准备了，啊。1670，啊，实际上这是一个范围啊，因为沙子应该是很多杂草，沙子应该是很多杂，所以有些沙子可能只有700多公斤，所以可能比较高温。但是盐我们今天是现在刚查800多嘛，糖是肯定八九十度溶解，玻璃的话大概是从500度到700-800度都有，不一定，啊，这范围很广。好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想见的应该是沙子会先变成固体。那沙子变成固体之后，周围包含的什么？包含的是有机大气大发生影响。接下来谁变固体？盐。接下来盐变固体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沙子外面就会包了一层盐，或者是你看这个是沙子先结变成一个固体的固态沙子的，这时候旁边有一些大气大发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它是液体。沙子变成固体的时候，它就会是那么小的颗粒吗？还是它会变成一大块？它在变固体的时候，它会去尽可能跟这个东西想，它不太容易一个变成固体，它会想跟别的沙子凑在一起变成固体。就跟我上次讲说，我今天放一杯食盐水，当我水一蒸发的时候，食盐是会结晶。食盐的结晶它不会如这边当一滴盐掉下来，就一滴盐掉下来不会，它是突然间所有的盐会找到盐块去结晶在盐块上面，这叫做晶体。晶体它会有个现象，它结晶的时候它希望凑在一起出现。所以沙子本来是很小很小颗粒，在结晶的时候，自己也刚刚讲的，在结晶的时候会凑成一大比较大块的颗粒。如果一点点结晶速度是很慢的时候，它会凑在一起，它沙子会因为是液态，所以它流动嘛，它移动嘛，它碰撞嘛，它碰在一起，哦，这边已经是固体了，跟它粘在一起，就粘在一起，就粘在一起，粘在一起，所以它这个沙子会比较大颗一点。好了，接下来可能是什么盐？好，盐也要结晶的，所以盐假设是这个盐，可能这边凹到就开始结晶了，所以盐在这就形成一个颗粒。啊，那可能盐可能这边也有，所以这边也形成颗粒。那接下来是谁？玻璃啊，玻璃可能是哦，那玻璃这边也形成结晶，它凑成一块。那接下来是糖。大概比例有多少？所以你可以看到是火成岩，大部分是所有的杂质是相掺在一起的，是彼此相掺在一起的，是因为这样的关系。因为它是一堆东西，然后慢慢的独立的结块出来，慢慢结独立出来，所以它是彼此所有东西是相掺在一起的哈。好，火成岩大概这样结构。那什么是沉积岩？什么是沉积岩？沉淀做后解释就是挤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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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叠在一起挤压挤压挤压。我没有看过人家做那个什么，做中元节普渡的时候，不知道吃那个什么桂，桂怎么做？挤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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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桂就是拿那个糯米哈，它煮过的糯米，然后把它
线雕的压的压压压，压完之后它本身就拧在一起了，就变成一块哈。所以基本上成型也就是这样的哈。所以像那它压在一起是压什么东西？有两个东西哦，在没有生命之前，没有生命之前，基本上所有的沉积岩都是什么？都是矿物质，可以接受吗？因为那时候没有生命嘛，都是矿物质。有生命之后的沉积岩会出现什么？你看好吗？没有起来了。有机物。会出现有机物，什么样的有机物？尸体。尸体啊，我们当然。沉积岩里面容易发现尸体，那以后会变化石。可是在我们不讲尸体，有些东西是有机质的沉积岩，那会是什么？大便。大便也有可能，但是大便可能会分解会变什么？它有些是可被分解的，它是可能是可被再利用的。啊，像有些像比较多，应该是说像骨头啦，或像贝壳啦，或者是像珊瑚礁的那个珊瑚的本身珊瑚颗粒，珊瑚是一种虫哈，珊瑚虫它本身死掉了，可能有些没有附在那个珊瑚本身，它可能是单独存在的，或者是珊瑚整颗，然后经过海浪冲刷，它可能跟旁边的石头磨就变碎了，就变碎粉，甚至我们每天这样行走，我们掉进去，珊瑚动物啊，珊瑚礁的虫。我们的皮屑也会掉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说哈，你知道吗？在一个家庭里面，你收集到那个扫地扫到的灰尘，或者吸尘器吸到灰尘，里面可能70%-80%是皮肤哦。啊，所以皮屑也会有些尘会掉下来。那皮屑是什么？皮屑是蛋白质。所以你这些东西，它慢慢的会累积在山海里面，累积在河里面，累积在山谷里面，它慢慢的一直累积到一层。一个很大的重量，你要想说，哇，那这个东西要累积多久？好几万。对，可能好几万年，就很久很久很久。我们要想象的是说，哎，不会啊，都没有看过累积这么多。对，因为我们寿命很短嘛，你短短的几年是看不太到的，累积好几万年哈。它累积起来，它下面就是承受很大的重量啊，就刚刚跟肉锅一样，它压就压在一起，就粘在一起。你像，哎，它里面没有像那个肉锅，它要用什么？用糯米粉，因为糯米本身有粘性嘛。那这种东西又没有粘性，它会怎么粘在一起？因为有温度。有温度吗？还没到温度哦。还没到温度，为什么粘在一起？因为它尸体就腐烂的时候变成黄了，然后有一些那个水胶质。有啊，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然后粘在一起。啊，这有可能哈，有可能哈，这些都是可能性。实际上，我们身体的皮肤有一些蛋白质，它也是有一些。哦，事实上，再讲简单一点，光是干粉都有粘性哦。哎，干粉都有粘性哦。以前我们在做那个金属加工啊，我是本身学机械，我在做金属加工，一种叫做冶金啊，那冶金叫做铸造，有听过吗？铸造跟铸件是不太一样，铸件是拿铁去加热，把它打成那个形状，对不对？那铸造的东西是这样，铸造我们有一种技术叫做翻砂，砂模，对，做砂模，他做砂模，做这个做的砂模跟成分做砂模不太一样哦。我们用的是干砂，而且是很细很细的干砂，非常细的干砂。那我们用箱体，这箱子是可以分开两个。两个东西，那我先把我要做的东西先放进去，要做个花盆啊，我先把它放进去，然后烧开叠，然后再把东西放好，再叠，把做的烧填满之后，在上面用力用铁锤把它捣实，这捣实就像在做加压一样，捣实完了之后呢，你这两个就可以分开，你把它分开之后它都不会变形，它就沙子，它不会变形。沉很硬很硬的沙子，啊，其实你真的去感受它甚至可以像一些比较脆弱的石头一样，就是很硬，非常硬，你可以搞得非常硬。分开完之后，在这边再加上一些注入口啊，加那些东西，你就可以把它硬倒进去了。倒进去完之后，它就硬了嘛，因为沙子，你刚讲它熔点很高啊，你这个金属一体熔点很低啊，这倒进去沙子不会熔点了，
它、啊、这个东西这个空间就可以，我们把这个打开，第一次要把这个底边的物体先拿出来嘛，拿出来之后就变成孔洞，啊，这你把金属倒进去，然后等它硬了之后再把它打开，把沙，因为它沙子啊，就拿铁锤敲就破了，就可以把它敲破，敲破它就掉出来，一块掉出来，就要翻沙制造嘛，要翻沙制造。哎、欸，不会啊，因为沙子很细，所以还蛮平的。是。是。那沙子可以回收再利用。可以回收再利用。对啊。可是上色方面是。不会啊，你与其去做一个这东西跟翻沙来比的话，翻沙比较节省时间啊。我现在画这个很简单的构造，如果你对构造这样复杂，像引擎的外壳那么复杂的构造，你怎么去做会快一点？让翻沙最快啊。你知道吗？翻沙就不能做，它，可是它结构不能很复杂。对，那假如里面是空的，那你那个沙进去，好，就算进得去，你不能把东西取出来。翻沙如果太复杂的结构，要二次加工，要二次加工，外面再处理，但是在这边做初加工都 OK。但是像他刚刚说的，翻沙是不是没有办法做中空的东西？中空不能很中空啊，就是你稍微中空是可以做的。那我先下这个，可以先下这个，可以，当然可以，好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没关系，就少下个一点那样。